提问二：胃食道逆流所引起之打嗝不止，请问张医师，上述情况如何处理才可缓解？按推何出及保养？新加坡团队回复二：您的症状是胃食道逆流所引起之打嗝不止，这是属症的不适感，多属他处体伤所致，可在上背部按推找原始痛点，按推到位可立即得到缓解，可参考手法视频原始点 APP 安卓版链接。背部原始痛点改善后，也能同时改善胃食道逆流的问题。按推完原始痛点后，加以外热源温之，能帮助身体更有效地修复体伤。保健方法包括平时可做些上背部的运动，平日的饮食，暂时避开寒凉食物。请看原始点医书里医疗与保健篇，如何分辨什么是寒凉食物。请老师补充说明。应该这样回答很好了。食道逆流是西医的讲法，食道逆流本身也是一个现象，现象绝对不是因啊，真正的因还是要找相对应的原始痛点，从背部下手，才能真正得到改善。新加坡回答已经非常好了，好，就这样。